上路，马路上走，然后就是耶。叫你个五，像有记载们的，没得名字的卡。一二三四，哪这个双手？咋？这个会死？人家就是可以炸我是？什么？什么意思？这个、哦、不是，还是我有这个死啊，我可以不有level五的那个死啊，我可以拿它变这个，但是我没有level五在场。算没有意思。错意。几十啊，推我啊，来啊，你没有本事先来呀、啊，减三千了，不能的 ，sorry。十二千了。啊。加一千呢？小一点啊。可以了啊。你借我嘛，不是硬拿。这会死啊自己。捡你是用啊，不是？你是宝哥吗？这个就还好，没什么宝哥吧，就。八千块钱是。弹这个上手。又弹上手。然后过后加一千，减三千，啥？吃啊，怎样？啥哦？他不是你很重要的伙伴吗？你减了我三千了，我不值不得，我宁愿跟你一起死，我不要一个人死。你不知道谁吗？不能打黑呀，打黑，全部。你死啊，不是我死。嗯，给你拉出来了，所以你死。没谈我。注意一点啊！Jobbers 我太阳了。
太阳。加这个，然后跳这个，然后哇，加一样没有分分别，我叫太爆，然后死这个啊，会死？哦，下面死张，哈哈，不是很强 ，Oh my god！ 至少你看我也不会死，至少我太爆这个，我还是可以。嚣张，爽啊！爽啊！爽啊！你这样子，特地防逼，我还是要打一滴的吗？我都弹不到你。五楼啊，弹不到。再来点。这么吹我九千？就要进化的时候，上面补一滴，上面以下补一滴。你不是很差劲？丢你！好吧。打你稳定吗？打你稳定吗？你一跳出来你就死掉。哦，可以可以可以哦。十三千，打我啦！什么？打我啦！我不要。你是不是怕？是一定是的吗？打的时候扎这个。你扎不到我，扎到我黑帽里面。我就扎在你黑帽啊！你不是很厉害，扎我黑帽。有一，有这个，这然后丢一滴血丝，然后打这一滴。不理你那样子，我一个丢个头，可以打他吗？那个头是干的不是？如果我可以扎他，我应该可以赢啊。要求展示力。那你，我想扎他自己。知道我要玩那个人物是不是是哦是不是是哦人物没有但是好像自己效果不能自己出这个自己效果跟 battle 以外不能自己效果啊不能自己效果所以你不能拿那个自己扎自己都不能你是紫色都不能的阳光区你不站着的呗？站着的。这死了会跳几次？会啊，会跳吗？然后那个六六，六六啊，啊，然后扎站着的。是啊，没有再来五，再来五千啊！啊，破了，来这个，嘿嘿嘿，人家看到我，你们会去飞了啊！还要进化升级怎么？扎八千啊！好，加一、一、二、三。然后死的时候效果，跳这个出来，然后我又怪，哦你是烧啊，烧烧不算的，我烧不算啊，减 TP 不是效果，你忘记了，谁帮我丢你血啊？那你会丢我血？没有，我攻击就得丢，你攻击扎一个丢一个吗？还是你还会叫怪吗？对，你讲叫怪？没有，没有。是啊，只要我们在某的名字消灭的时候可以加一 ，enter 时会撞坏的话就可以消灭。你好 ，enter 呢？可以消灭。打一滴。哦哦，你放了？幸好这个打了，幸好这个打了，是二八飞光，六八。这个减六。这个打的时候扎这个扎什么？你可以打我这个吗？他还打死你！队友没有在起。